立马应该按了呀。 李丹，你是想要坐还是徛？所在你？你怎样要来啊？我跟你是识遐尔久啊，你行为拢真了解。 我知影，食完迄顿饭了后，你就来找我，真正哦，互我叫了无毋对，你真正一点仔拢无变的。林德，坐点心。歹势啊，迄点心哦，有淡薄仔重，我知影你介意食软的，这是我专工替阮娘准备的，毕竟伊即马才是我的男朋友嘛。啊，毋过你嘛会当食啦，不要紧。 我唔对，人生本来都有真侪选择爱面对，你想要选择你要行的路，我会尊重。也毋过你无应该伤害任何人，甚至是对你付出真心的人。<笑>你莫讲到，你亲像是好人共款啊！你嘛是为着权势甲利益，才接近唔着人敢是？你为着保护我甲雅君。 真正想袂到你会做到安尼咧，我即马才知影，什么是叫做最毒妇人心。你嘛共款啊，无毒不丈夫。你毋若对我无情，你嘛对谢亚军无感情。当初你会放下我选择伊，毋就是因为因兜有钱有权势？是又安怎？亲像我即款善解人啊，想要有出团，可恶，毋是认真拍拼，是要靠一个机会。亚军哦，就是天顶落来的机会啊，我当然嘛要好好把握。 伊会当互我好呀，会当互我平步青云。哇！所以你会当为着你的前途，放弃你做人的原则，娶一个你无爱的查某人。是啊，这就是我选择的路，一条你成功上紧的路啦。我即马开始，你的人生可能要走下坡。我袂记甲你讲，我冒请亚军过来吃。伊即马应该伫门口口等真久啊。 阿俊，歹势哦，互你等遐尔久，拄则恁翁婿的真心话，恁敢有听清楚啊？哈，人讲实话上歹听，我感觉恁阿母应该互相了解一下，也若无，你阁予伊遐尔侪年，拢毋知恁翁婿心内底想啥，安尼是袂安怎继续行落去啊？蔡镇长。 你听我解释，迄拢是刘家骗我安尼讲的，迄毋是真心话啊！你莫互伊使人哦，哈！莫阁讲啊！今日我总算是看到你的真面目。谢君，蔡镇长，今日只是互你淡薄警告尔，你以后若阁敢找伊烦麻烦，我绝对互你煞来日子，过了愈来愈歹过。为着这段婚姻，牺牲我的爱情、亲情、友情。 你敢会用安尼感动过？你根本哦，都无把我当作是你的红仔，你把我当作是恁兜饲的一只狗尔啦！我咧利用恁兜的钱，不是拄好尔啦！戴镇长，你利用我，我了后，讲较讲话遐尔行情。 既然你对我遐尔不满，那我嘛看破，咱就莫互相拖磨，顶来啊！咱离婚，我继续做我的谢家大小姐，你就回去市场，做你一无所有的蔡正常，阮兜哦。